那你我要叫你朋友来的吗？问一下，是鱼的好朋友，我可以偷听一下是谁？我真的认识吗？喂，兄弟，吃完饭了没？怎么了？吃完饭了别没？急，别急，我刚刚进家，等一下，刚刚我，进家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那，我那个，我想想，我先去。我现在刚上课，我上完课，我先洗个澡，等你会先儿。洗个澡，对对对，行，等你啊，行，我好了跟你说。好，一去啊，一去，拜拜，等一下，那个，你得给我一个号吧，你直播。我有个小号，我有个小号，我等下那发你你，把号发给我吧，好，行。我等下把号发你，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兄弟，哎，听得见不？OK，进房了，进房开干了。你拉我吗？行，我拉你，我拉你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手有点抖。别舌头了，别舌头了。问一下，问一下他们够不够？谁看展示啊？开诊。哎，我扳皮，可以。不是吧？玩个自定义还要扳批？好像是我 C 错了。算了，没事，随便搬嘛，随便搬一下，随便搬一下。很高兴不用掺和这一场。LPL。真 LPL，我跟你说，我所有的设置都是按照那个来的，密码也是。可以。蛋哥，那我再蛋哥啥？蛋哥，开课。哎，哦，屏幕黑了吗？来，谢谢 HETTIE 的虎牙一号，感谢。结束了，那就结束了。怎么说？第一把你玩什么？女刀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想玩上户，他们要搬啊。别搞了，别搞他们要搬的话，我那看我对给面你选选什么吗，吧，小反正虎？我是5楼。我大概率会玩 AP，我估计不会玩倒霉。当然你自己选吧，我就先选打野了。行。那我先选，搞个能跟你配合的嘛。怎么说？这个？可以，无敌。万我德邦者，虽远必诛。还行啊，你五楼 count 一下。counter 被打爆会怎么样？直接下机了。哦，不对，他们 count，他们五楼。哦，不过不然他就们好四吃五楼了。应该会，他们三四楼应该会选中的。没事，就搞个发条。还没完吗？没搬。这个自定义它只有六个班位的。这样吗？他们哪个是中单？不是吧？哦，你坏了！看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！完了呀！
让我想一想，古拉嘎斯，古拉嘎斯加小户，混吧，要不混混一手。这个我想想，这个还是感觉打中野这场有点弱。我想想还有什么呢？哎，我怎么卡了？辛拿，哎，辛拿不错，辛拿不错，真的。妖姬也行，妖姬也行，妖姬，妖姬可以，可以，好配合哇！我们这个阵容还不错。完了，我无了，我感觉。别无了呀，好打好打，别紧张，别手抖。我直接带一手法力两线台加超人，快混，点一手攻速可以吧？应该。你点 CD 吧，感觉点 CD 或者点法强，不用点攻速。我怕漏刀啊，算了，还是点攻速吧。也行。接黑铁的火锅，我真的感觉人有点慌，真的。别慌别慌，正常打就行了，就跟平常我们双排一样的，正常的正常的。子欣，好，你看了 VPN 没啊？看了看了看了。可以。不知道是饿了还是怎么样，感觉手一直在抖。我不会等下得不到回馈吧？队友也不给我一点反馈。啊、哦，那我多给你点反馈好吧，这个。中路，等下你看经典套路。我们来加你这个号好友了。嗯，这不是我的。这个小号加了也没用啊，他自己玩的不是这个号的，这个是我小号。不是吧？怎么没有表情啊？过。先发个表情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轻点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为了父王。那些这把让你体验到销户的待遇。销户就是在中路刷刀，我懂了。不，这是 MLX 系跟销户的套路。可以。好活跃啊！都去下路了，麻将这么活跃吗？追追追追追追，这个打上！我没意啊，直接给你来了。呜呼 ，nice， 可惜就是没表情，确实，
就拉个符号啊，还可以。对，他没有这个，没设置表情在里边，这波还可以。他没踢，别了别了别了。哎，完了，差点没抢了，我撤了，我撤了。啊、哦，痛！不过他还有闪，下波你念的还是死的、嗯。我也有闪没死的，我只要 E 到，我跟闪他走不了。E 到就死。嗯，这波线有点多啊，我吃个河蟹再来吧、嗯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吃个河蟹再来。哇，压的还挺凶的，真不怕抓、啊。换个经典绕视野。等我。W10秒，大秒。说实话，可以上了。一秒，这个刀。慢点交易，慢点交易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Nice， 好练。哦吼！但好像这可能吃不到了，吃不到了。Nice， 哇，这个跟闪可以。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手又不抖了。手又不抖了。哎，坏了！队友被反馈了就不抖了呀。确实，下路抓不了，算了。你说销户的待遇？对，很久没有体验到这种感觉了。打个单排都是被抓的那个。确实。他这波没闪了，感觉还能再继续了。没闪了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嗯，下波线。或者我先手也行，我先手。他这个回对线，可以可以。这波回对线。嗯。来，我一拍他就死。这个刀，上。没闪的。踢到了，好练。哎，走走走走。TP 了，走走。我帮你 E 了，我 E 了，直直走。走走。快撤，快撤，快撤，撤撤撤撤。哇塞，这三亿元大将打麻将了，开始啊！是吧？是。哎，等我换个姿势，等一下。哎，九龙在你右边，往后面走。没事没事。九龙在反蹲，你多有技能？我有啊，我有。好，来吧来吧。没事，他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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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烫死了烫死了烫死烫死烫死。哎、这个伤害不够算了，这波线我控制也行。嗯，可以，我刷完下路，刷完修人币了。哎，嗯。普拉加斯又来了，干嘛？嫌你啊，不让你飞线。别用大招。他应该去吃 F6 了。嗯。哇、哦。有闪吗？小野喵喵。Nice。把下路推线撤了。哇、哦，有战士了，好舒服啊！他八条闪现
跟你是一样的。他发了闪现弓一样的，还有一百秒还倒。等我等我，吃个红直接来。哎，在家里怎么有助攻啊我？旗子。嗯，对对对。哎，算直接来吧，卡个时间点。这波他应该想不到我，杀个真吗？他可能他养。没事，我这波直接闪现狂。哎都有车了，不玩了。等这个刀，这个刀，这个刀，这个刀死一瞬间。你往后面站一点，没事，拿双踩上来吧。来，哇哦，怕死了你。Nice 啊！这两个，啊，你掉闪了是吧？还没闪现，只能死。尤其我们这两个英雄要配合。嗯。嗯，突然欠吃。打好了，打好了。来了。要不你吃了吧？你吃吧，你吃了，你吃了。我这把发育挺顺的，我要发育不顺的话就要笑辣了。只要你没来的话，推不过线。就会很难打，嗯，打发条还是比较难的。打闪现好了，感觉没必要搞他了，我们去杀对面打野吧。哎，可以可以去陪救陪救陪救。嗯，酒桶没啊？来了来了，先杀谁？先杀陆啊，不，先杀那个 AD 吧，先杀 AD 吧。没事，你陆陆秒了，陆陆秒了，陆陆秒了，把你给薅了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 ，nice 啊！哇，那可以让 AD 去中，让 AD 去中吗？我怎么杀六个头了呀？这就是得到反馈之后的你吗？哎，他没去中路吗？我还想再推一波呢。哎，现在手还抖不？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 ，OK， 很爽。我一直炉中了呀，这也太爽了。但是我还是要出女妖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女妖怎么样？没得商量。兄弟，确实这把也可以出，波比 W 能中野这个，而且中野很痛。对，他们中野双 AD 水银鞋真可以出。看一下打野的呢？感觉又可以来啊。怎么这么压线啊？我不知道。给你送回啊，两个都没闪啊，不对，露露可能有闪 ，AD 是没闪。我中路，算了算了，我就不来了。我中路卡不见了。哎？你去龙不？对，我去控龙，我去控龙，去龙再闪。啊，银军怎么没闪啊？想抓他。射得好快，开龙了我。哎，四八二不要不，十万龙四八二吧，你陪我先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十万直接四八二，我直接先手麦，然后一波挑选。可以可以，八条这波来不了应该。你家直接双踩，你家直接双踩踩 AD 就行了，我直接二框他，然后一 Q 走。等等等等等，这么行？算了，来，那这个，我操，完了，一个空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等下等下，等个 CD， 等个 CD， 三秒，四秒。很凶吗？我没技能了。坏了，算了，先撤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。Nice， 八条没来。
可惜，走不了，这波没办法了。哎，这波发条蹲的啊，好，哎，这个大是什么意思？好空。这波被反蹲了呀，有点小尴尬。他发条好像直接从线上来的吧，就是闭完回家直接从线上来的。他清线好快，他把我的线清了进来了。所以我们打了一条龙，耽误了一会。对，而且下路线没进去。发条刚用了什么？好像没用，你就当没用打了。算他怎么算？先吃。他们蓝刷了，哦，我被眼看到了。怎么说？继续下路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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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中路塔的我不想吃，别来下吧。然蓝也有，吃蓝吧，吃蓝吧，先吃蓝吧，先吃蓝上去。哎，还在推，可以在野区蹲。哎，好，九桶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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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吃完，先吃，走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打不打不打，四个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打不打。这，我走，我有一颗，我死的。先卖炒肉的火锅。看家里人，我吃了。发育一下吧，我们这现在已经。中野优势大，上路也有优势，哎，上路也优势啊，他被抓了，应该被抓了，对，帮他顶个脸，哎，发条就上了，发条怎么又优势上了？还没有机会啊，酒桶在我这，酒桶有秒表了，秒不掉，酒桶在这，酒桶在这，秒不掉，小心点。我先排下戏。你越不感觉越不了啊，我比着他不太好越啊。你去他野吧。下野你会中视线。这种应该再刷 F6。你可以蹲。好、啊、吃掉。刷完了在这。还是后面反动。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。好，没上。哎呦，这开个 W 一哭不了。哇，严君泽 AD 这么猛吗？啊？不是吧？下塔吧。去。可以杀他，感觉。不行，后面有人，算了。这越发条塔不太好。感觉这把打团，我们如果切不死他们 AD， 我们要瞬间融化，我装备太好了。我走，这怎么这么多人？回来 ，nice， 快空大，空大，空大！哇，好 poke。没事干啊，现在我 A 七 A 七还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逛街逛起来了，我这。两把打团一秒都没 AD 吧？我们两个伤害应该够的，我纯输出房子。他 AD 多少级啊？十级应该可以秒。可以，只要我打团挑起来就好。我 EQ 闪他们。他们去拿龙了。这个龙只能给了。可以。我去找一下他们走了。
这么快啊，这冲锋衰月。不行，真得弄他一波，弄他一波。你这一波上了，试一下。他们应该有机会。嗯。波比有谁影响？他死了。然后我也在赶。你单吃吗 ？Q。他死了。有点小肉。哇！没事，不是吧，阿 Sir？ 哎，我省点燃了，早知道不省了。看一下。可以。哎，我好烦。哎，他这个完了。哎，快快救我！田俊泽来了。哦，可惜。哇，伤害好高啊！完了。灭了，不行，等下真要秒这隐形的。他刚用闪了吗？他没用。但这波我用闪了。嗯，有点小坏啊，现在波比有点肉。哇，这个波比好肉啊！而且我看他前面捡了个被动，不然一个 QQ 死了。嗯，我以为 Q 死，我省点燃了。嗯，不然他早死了。难吧，五秒钟，我吃完红会快满打。给他呀！他们五个人抱团了。哎，这眼君子，落单了，兄弟，好像打不断。打断了 ，nice。他应该逼个闪吧，或者我去上面等他，等我，能秒吗？哎，他没事没事，我走了，这边你可以过来下路了。来，我三秒 EQ， 两秒 EQ 了。哎，我被减速。Nice， 回头人呢？八条再冲。八条、你这状态行不行？哎，我有果子。Nice， 他技能交完了。哎，不行，没事，还招闪了，需要有闪，没闪的话。别我。看一眼。嗯哼，大龙打不了啊。哦，这三件套还差点钱。这波小龙团打吧，还没力没闪了，一秒他知道吗？嗯，可以。攻大了又。哦，我们 AD 在被蹂躏。下路线，哎，你是大龙，大龙最终，行，我直接推了，他们不会打大龙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哎，心有事业，这波是我最强一波了。我找个机会，我们先去。哎，对他先扫一下。你可以找个。哎，我吓死我，我以为那个是人。我开了，怎么说？哎，算了，人不急算了。我去这边。嗯。哎，我被化妖看到了。他们 AD 是没闪的。等我。不过我们卡莎补得到输出吗？我把这波线往里推一下。嗯。打了吗？等一下。对。我先上去收果实。算了，我们那个不在，上单不在，算了，推中。没事。
走吧，他们五个，走，往下面走。哎，我这位置还不错哎，怎么说？没闪啊，我没闪，我跟不上。AD， 跟不上，兄弟。没事，我瞄瞄。我来了，我在后面。哦，算了。AD 死了。你说吗？死个锤子死。这露露啊，这个露露。不对劲啊，这位置。哎，怎么露露还有大招啊？嗯。啊，翻译是跟。坏了。大龙不会丢了吧这？哦，他有绿茶，没绿茶也死了。哎，他露露把我 W 点顶了，不然也能杀。他能偷掉发条吗？有点小尴尬啊。这好肥啊，三件套了。对，打残必须得秒。他回去四件了呀。是啊。有点小尴尬性的、啊、想一想还是得找机会开他才行。他闪现没好，闪现没好，就这波他要出来吃线了。来，我在这儿，我睁眼钓鱼。那么我吗？没了。来，你说吗 ？AD 兄弟，坏了。是。哇。波比最后的不行，得射。哇，切不死啊，这跟不上那个位置有点。嗯，感觉跟上也杀不掉。现在我们这个阵容有点难打了。不妙啊，这太肥了，他们 ADC 有露露能保。他受不了。我还能开，要吗？这个位置，哎，跟不上车，太远了。来，闪。哇！太痛了，兄弟！他感觉三刀你就死了。那个夹子直接把我打成这样。嗯、要不我两个抓单算了，感觉打团是真打不了。打不了，我去偷人。嗯。他有个绿叉秒不掉他，对，而且还露露。等我们 ADC 装备，我感觉等不到了呀！现在已经两件打四件了。哇，你看他装备四大件。还是死亡之舞，这个食物一出不可能秒得掉了呀。确实这个线我都清不动， AD 能不能来吃线啊？那我来先上、这轮我抢打得了吗？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感觉那打不了也得打，感觉五打四，这中线不然也拖着吗？你先 poke 一下吧。秒表，没血了，流动死了，这个龙应该可以跟不上，跟不上，没事，我去切 AD 了，AD 他要死了，AD 要死，能杀吗？
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应该他死了 ADC 应该。啊，好，吃不了这个。回一个，回一个。Nice。他交了闪吧？交了闪，交了，交了。我做个重伤，硬切他吧。感觉是因为没重伤的原因，他吸了血。八条也没闪。OK。嗯，帽子，帽子法穿，对，帽子法穿吧，不是帽子法穿，感觉要打不动人了。嗯，八条在上，九米。这波团还是得打。你想验多久？我三十秒。三十秒，三十秒，大龙四十三秒，正好。大龙团，你直接闪现双打，给我踩了个，踩了个锤锤。哇、哦！刚说降临踩了，我差点被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以打出帽子，这波、大龙。我再带一波就好了，一波现实了。嗯，没机会了，抓抓他单吧。嗯，他秒短应该好了，他的中央。哎 ，nice， 哇可以，哎，给机会了。发条没闪，发条没闪，发条没闪。AD 来了 ，AD 来了 ，AD 来了。嗯，我没大。哎，露露被抓。不行不行，防御塔闪，不行，兄弟走！哇，这伤害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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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可以，哎，我操！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接不了啊！这团，团接不了，这团接不了，走！我操，三刀一个，这在干嘛？没伤害呀！我这个位置有点难。我这抢龙吗？你也没状态，我们就抢一下吧。我回去踩一下。五千血。你等我一下吧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把露露秒了，应该是。嗯，去偷。哎呀，不行。回去 ，nice 啊！快走，快走，龙给了，龙给了。我好帅，确实，哎，不过他刚刚一没出暴击，一出暴击你就死了。嗯，来，我没被，来等我一下，我多久到？多久？来，好呢，我没掉死，不会一波了吧？好像打不了、啊。这波比我都不想走了，想死。嗯，等他们两个伙伴状态吧，满状态之后，我把他开了。哇，这太痛了，一个暴击，很棒、啊、来吧，最后一波团，来吧，没办法，这个塔，来，秒不了，我进不了场，那个波比一开一个盾，我都 W 不进去，他把我一个 W 没办法了，这个
啊，洗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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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死掉。啊。嘎比嘎比。这眼镜者怎么杀了16个？不是吧？有点猛啊。Lazy eye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这都败了，干吐了。哎呦，14000，不过是真打怪，所以我只能开团。哇，怎么打45啊？哎，我来 C 方，我来 C 方。要不黑下屏幕行？搞个自选吧，我就把自选吧，怎么样？自选。哎，好像没有他好友，哦有。Go go go！ 哎，我们跳右边，跳右边，红色房，红色房。看谁有坚持。我刚刚在 C 房， C 房得黑下屏幕的。你说这把你玩什么？啊！喂，兄弟，兄弟，哦，我没开麦。你这把玩什么、啊你？你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我想一想。想一想。我去看一下英雄有什么英雄。我觉得女刀很难打，他要选销户，线上太难了。是啊。要不打一手发育的，发育的还是打支援的，可以玩卡牌。卡牌，卡牌，卡牌球女，球女卡牌的都行。嗯，剑魔，永恩不表演一下？什么东西？永恩，兄弟，等我。立马用钱买个英雄。我跟你说，永恩加莫格纳还可以，我给你套个盾。立马用钱买个英雄，好吧？但你开盾没用啊，我感觉。我一进去会回来的。哎，好像也是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也愿小俊快乐无忧的火锅。充值。怎么要充值起来了？不是吧，阿 Sir？ 这就帮我小号充电券吗？不是吧？你是不是故意让我玩永恩的，兄弟？哎，嗯，等一下 ，wait， 还在买英雄。买一个兄弟，等一下，我加点表情进去，就有点赞，可以 ，nice， 没问题。等一下，开吧，开吧。OK， 这小凯姐姐爱香菇的火锅，不是你们别取这种名字、这种 ID 送礼物呀，我肯定必卖你的这个。我真就秒选啊，阿 Sir！ 那肯定，喂，哥们儿钱都充值了还不秒选？哦，行吧，那你表演一下好吧？那我什么好配合呢？莫格纳，我得玩个 AP。莫格纳其实没用，感觉讲实话。莫格纳、死哥、艾克 ，AP 打野，我来丢保龄球，哎也没用啊。
没用。这个阵容感觉又要开团的呀。又我开团吗？那我岂不是兄弟情侣薇恩不开团怎么玩啊？神话魔人扎克王，扎克王我们这个阵容感觉很碎啊。那只能扎克王了呀，我感觉扎克王开下团也行啊。找到原因了，我手被蚊子咬了兄弟。哦我也一身坨，现在蚊子巨多，大热天的。余震，谢谢黑铁的火锅，谢谢不要暴躁要温柔 K 的高冷预警，感谢。嗯，谁呀、啊？卡尔玛吗？不对不对，卡尔玛辅助、小法中弹、完了呀，怎么是打皇子呀？我要被入了兄弟，得救一下。可以前期我也可以推线的，也可以支援，嗯，问题不大。哎，小法好扣啊，小法我好像他放个圈我跳不过去是吧？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，是吗？嗯，但是他来不及放圈吧，有点小尴尬。克王打房子还真打不了兄弟我、怎么不走？哎，我没用那个，没用那个粉色皮肤，有点尴尬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。粉墙。碾碎。和量力而行无关，是和你的长相有关。别锻炼身体了，这个这个万豪是这个中路跳着跳着往前走是干嘛？没意思啊，他们也没空。哎，为什么小野喵喵不去打上路啊？他说要飙一下 AD 上路飞不动，没啥再好了。他不会入侵我下半野区了吧？哇，我打 F6 无伤哎，舒服。帮你看一下蓝 buff 应该没在吧？应该不会在。熬夜。这 F6 是啥意思啊？
有眼应该。你不会打断我吧？打断我心态崩了呀！啊，真心态崩了。哎，黄子人呢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在干嘛？王者和谐夺我一，我受不了了，兄弟。哦， nice. 站起来了。上了感觉也要杀了，不是吧？哦，好帅！这 W 闪，好帅！就差你了。我笑，你在说什么？跟我没关系的。哎，好、哦，哎了，哎，我在这里不会有眼吧？等等等等等，没眼没眼没眼，有眼有眼有眼，他刚过来插眼，我说错了。果然又跳，我没意啊。算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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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波看似是我被杀了，这波线其实是他亏了。嗯，相对论，相对论怎么就搞起来了呀，兄弟？嗯，对面黄子人呢？这牙锁为什么啊？不，这牙锁，这个皇子怎么一直在刷啊？对，没还没进来看看，是不是挂机了？这话说的，啊！我终于可以立即跳远了。这波我也来了，看一下，这波好像不好抓，有点断。可以可以，我有大招，我可以强流的，可以来可以来。起飞！起锤子走了。完了完了，我们文要死了好像。啊，又要被打断了。啊哇，他们好闲啊，兄弟，受不了了。下次不要越塔吧，好一下。这又有眼啊，完了，这演技有点差，我们下路的，得再钻研一下才行。这是皇子啊，哦，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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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十多个刀，刷的比我还多。刷不到人啊！哎哎，我不玩了，我不想玩了。哎，我不想玩了。但是这个啊。有点小尴尬，我不想玩了。别急别急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哇，五十八岁。对，稳住。哇，他一个大招差点给我秒了。下步你把线放出来了。嗯。用那个大招，这把我必单杀他。我怎么还没六级啊？经典八兵都没有级。嗯，恐龙。
哥们这没地方抓人，有点小的尴尬。我们一块做事吧，要不？也不过也没什么事可做，主要得等我七级才好跳人。这个三级有点小短。半点长，你啥？你这大招 CD 这么快啊？不是这E五，这是我的E啊，干什么？不，我说你。你大招多久、啊？120秒啊！120秒算很快的呀。120秒还是快？120秒还不快啊？这跟阿卡丽之前的差不多啊。但你这个大招其实控制效果还挺足的。这波线我算吧，这波线我就硬控。嗯哼，不是巴瑟这么稳，一起往下走。那我追路线了，等。哎，我想了一下，我确实不应该跟他们这么刷，没什么用感觉。我为什么要跟他对刷呢？我得越他。我来了。他有二，我不过。哎，这里还有针眼，这里有针眼的。好 K， 我操，这么大半夜走过来给我一个针眼，这么大千总得好兄弟给点东西吧。从中路到了三角草，我操，真是好兄弟啊！哎，中路这个来不来一下？哇，感觉这波被杀了，直接一塔没了。对，等我，我在这。我一手。嗯，往上面走，不行，黄子在，这个肯定黄子在了。他打我挺痛的啊，你没他不会光脚了吧？把这个退了回家算了。哇，你这个状态好了，你还真会避免，还有点难度，又抓上去。算了，我别了。完了，无能为力。哇，好走哎，上路好像一打二了，大招，完了，有啊 ，nice， 左勾拳，哇，这上路有点东西啊，一个容渣加一个吸血鬼全中，有点理解，好猛啊，感觉挺有理解的，对，他伤害又高又弱。但我们这两个英雄拿蓝 buff 好像都没什么太大的。对，你不会好兄弟要吃我这个蓝吧？不会吧？你吃。等下你可以做把小影魔刀，我冲。哎，哦吼。行啊，有风我就去越他了。这你还是回线上吧，回线上给我视野。他点蓝眼了，没事，不要。起飞！呜呼！哎，我走了。哇，他这个一套差点又给我秒了。你没魔抗，还好是有绿茶。哦，不对，你做不了小阴谋刀了。我的，不是吧？他效果不能叠加。出什么呢？魔抗是真要出水银鞋吧？可以，出水银鞋，正好发我。还好有个绿茶的盾，不然直接暴毙。是的。没魔抗反应太痛。哎，我这没 CD 也很难受啊，而且还不是粉翔。很重要吗？肯定重要啊，老扎克都是粉色的扎克王。对的，对了，
哎，他干嘛？硬留我。哇，他怎么这么恐龙的呀，兄弟？什么龙啊？山龙啊？哎，山龙。火龙纹感觉也不好打啊，奥恩。那打他，我能支撑。而且我们有维恩。哦，对啊，有维恩。我怎么这还有个基因啊？赵拉伊，他上来。哎。我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嗯，那生物什么状态？他状态挺好的，讲实话，他好像没大了。不过你绿茶触发过没有？我触发过了，但你如果跳到，我可以直接秒他，感觉。完了，阿瑟，走，玩不了了，锁住了。哎，哇，好躲啊！这反应还可以，坐了。屁股，我操！没做到算了，我做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没做到算了，没大了，我感觉这波线也哦，还好你刚刚是大猪了，没大猪的话还真死了。嗯，啊，炎也是明显，他那个冰霜咬我一下，我是真的走不动路。对，哎，完了，兄弟，我按到 E 了，我吐了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哇，好躲，完了 A 死了。哎，我 E 了，不然我也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强制回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下意识 E 了一下。你以为你是亚索呀？你在玩他哥哥，嘻嘻。哎，这个 E 其实有时候挺搞人的。啊！真是王者核心。哎，哇，这黄牛这也过分了吧 ！Nice， 怎么又 W 闪了呀 ？W 闪杀了呀！这个小法应该上去。我要干！等一下，我来不了。这但我这波可以过了。没事，我出来预阵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啊！给我报仇，兄弟！看，但是我会被E回去啊，兄弟！我想了一想，好像也是。嗯哼，有点小尴尬。大陆怎么又被吃塔了？哎，为什么二杠零会被吃塔？推不过线，这边是牌二吗？哎，我这么肉都被秒了吗？有点尴尬啊！根本这触发余震都能被秒。哦，好意，好闪。他闪没了，嗯哼，哎，别控图了，求求了，留点资源给我吧。来了，来了，哎，别撞出来啊，兄弟。Nice， 哎，我又回去了，兄弟。你又回 ？AD 没 AD 没闪 ，AD 没闪。嗯嗯嗯 ，AD 没闪 ，AD 没闪。我吹起来了。嗯，去不了，去了去了。Nice， 啊，有被动吗？没被动。哎，感觉他没了厄斐琉斯好像不咋样啊 ，Lazy Eye。这塔，
哦，你那个就是黄条，就是它的回去的时间是吧？对，但我可以自己回去，但是黄条哦，是必须强制回去的。懂了。哎，我差100块，这个 F 六我肯定。这个，这个我感觉也感能玩，觉来吧来吧，哎，得打呀。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还能放了，还行，嗯，直是接吗？放了。那我就试试了。嗯，行。几倍？哎，好踢像了厉踢了踢害了，了。走，能走不？不能，不能。能抢到了。我走了，出了两个，完了。我没状态了。啊、哦。我不行了。好像团赢了，兄弟。啊、哦，他们怎么老是秒我啊，好哥们！撤退！有没有区域空权？没有，没有就再见。哎，怎么不走呢？打不了，兄弟，快走！快撤！我怎么跟他屎一样啊，阿瑟！龙还要下刀了，我这波本来状态也不好，哎，嗯，完了，还要起来了这东西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跳起来的时候直接撞到小法医上面，直接裂开。这样一想确实挺尴尬的，要不出个女妖？不是吧？不管啊，哎，能走不？来了那个。哎，我要吐了，在这个小法面前，真的要吐掉了，兄弟！啊，我被恶哎，心他到这时了。候感觉选的挺有。是的，哇，他不是小法，我随便起飞。感觉选的挺好的。呀哟！完了，完了，发吧。胖死了，好像。哎呦，早点交闪好了。那伤害怎么这么高？他还没补装备的呀？你个头的！加个大我也死，他加个大我也走了，可惜。一 W 五 v 没打不到。5v5，5v5。为什么？好像操作了。Nice。哇，大龙啊！嗯，可以，我去看看这些。我还以为这维恩送了呢，闪现贴脸。完了，我要不抢龙了，兄弟。他没有点，他没点书啊，他抢不到，没抢见。我有一次被日语 E 抢龙了。啊？我啊，没人帮对忙吧？吃吗？要死完了呀！我来了，我在路上。你快，先打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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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龙。我有儿子，没事，我有儿子，死掉。哎呦，打不动啊，这龙！完了，走了，我起飞走了。哎，我感觉我这个英雄也挺恶心的。你这这英个雄，风就是吹一下，吹到他的 E 上去很烦，他要往前位移一下。是。那我来个重伤吗？没必要。继续走魔术，不要我。嗯。那个强制中断位移确实恶心，直接眩晕了。来转来转来转，等我大招吧。
啊，我等下换水银钱好了。现在七秒一个跳，嗯，有没有想法？我没到，我没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，要开，要开。我被遇到了，没事。你先跑，老大，我走了，走不了，走，我走。没事，我很肉，我来了，起飞。你跑，眼睛走，你跑。你看我帅的，这太中路了。土龙，来再插一个，往前回来。Nice。跳远，哇，你刚这没死啊，我录大招也没给，我一个大招位移过去了，我打个头盔去。140，哎，别抢。哦。定夫怎么16级啊？来看一下，看。哇，三级直升很射死。不行。哎，严总。抱团吧，来抱团。嗯，可以。又是忙碌的一天。哦吼，怎么说？哎，房子在，走，哎，走吗？走，打不了。先你走是吧？那我走了。打不了。我马上又起飞了，起飞！呜呼！哎，体感游戏。哎，等我3秒。啊，他怎么掉闪啊？我好了。飞！来，完了，红。没事，我要满血了。这波全去飞。我很猛。我操，跳过头了。我不太猛，我走了。没事，我还能飞。交闪。飞了。跟不了。没事，吃坏了。坏了。我还能飞。哎，都走了，怎么？哇，好猛啊！我吓死我了。嗯哼。一波了，一波打了两把。一波不了，算了吗？走吧。算了。都火了。要做个秒表，我这波秒表还能用，下波用吧。这干亏啊，不是吧？他怎么？想秒我吗？不是吧？怎么秒我啊？我立定跳远跳到一半被打死了。啊，我又要回去了。起飞！起飞冲！啊！冲啊！不是，
我飞到一半又被那个木桥。哎，他给我抱走了，兄弟，我惊呆了。起飞！不、哦、啊，太限制我了，小法。跳远跳到一半，直接罚站，起飞！回来，把你伤害了。起飞！哦 ，nice，nice 啊！哦，怎么说？再来一把？可以 ，go go go go！ 又得黑屏 C 房了。谢谢小凯和香果全都要的火锅，感谢。谢。凯源妈妈的火锅感谢，谢谢超级厉害的阿曼达的火锅感谢，哎，谢谢蜜蜂的虎牙一号感谢，然后 C 个房 C 个房，嗯，金金金，我拉你，我进了，嗯，哎，我进了一个谁的房间？我进错了 ，Go， 再来一把。谢谢蜜蜂的高冷预警。这回吧，这回。跳蓝色吧，跳蓝色吧。哎，我们下号了吗？下号了吗？没有，要不没下，没下。怎么说？然后直接去玩一手极限闪击。极限闪击吗？可以，对啊。人工也可以玩啊。嗯。想上车吗？这个车好像不太好上，这个车不太好上，嗯，哎 ，OK， go BO3师傅，对吧？尽力了啊 ，BO3，最后一把，哭的拉，真打比赛呢。真打比赛呢，到底 ，good luck， 这把玩什么？对，我操，没开屏，我的，这把你玩什么？不知道呀，我这把想想，嗯，要不玩一手卡牌，刀妹，来，你刀妹就不能了，卡牌我是瞎子，卡牌吧，你瞎子，我卡牌，可以 ，OK。我还是点输好了。嗯。怎么感觉你的英雄池真有点虎化的感觉啊？怎么回事？你在单排，嗯，训练了几年啊？你也不想一想。哎，单排训练。小虎，这把真要三件套了，感觉到了。这把，啊、嗯，可以，我觉得问题不大，三件套是必备的。对面什么？杰拉中单，是吧？不是吧？杰拉中单吗？哎，怎么杰拉中单这种
古老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这也太复古了吧。艾克杰拉是吧，那杰拉中单是多久之前的版本了、杰拉中单 S2 的版本，我玩那会儿杰拉都还在中单。嗯，太久了。你是 S 几玩的？我想想，我应该 S3 或者 S2。 嗯，初一的时候玩的了。嗯，一周玩一天，放假玩，确实，确实。怎么又是欧菲留斯啊？哎，最后一把就直接扳皮给他扳了就完事了。好像也是哦，好像他的英雄池只有一手欧菲留斯，他的 AD 里面。女威，不过这把的话更好抓他了，卡牌加瞎子。嗯，定点秒杀，直接四月二四八二，对，就一直爆。嗯，这好像逮不住啊。好像抓不死哦，算了吧，不想缺 Q。 哎，中，哎，踩种子，来踩什么，他有意啊，没事，不要去。这下一，哎，不走古刀吗？不是吧，六块钱。刀怎么感觉也有点迟钝？他这个飞线感觉挺快的。瞎子的基础属性是不是缺了？总感觉怪怪的。那 W 变长了？对 W 变长了。我说他的出手就是攻速，有点小奇怪。我感觉之前打排位的时候就有点感觉。抓不了，感觉下手有点长。他这个往下走，感觉我们伤害够吗？嗯，如果我闪现感觉不够，我伤害闪现，我伤害太低了。现在我应该在电刑，感觉不行。哦，完了，还好啊，打不动你啊。他这样往下靠太明显了。哇，这变形这么痛的吗？我们上路要单杀了。他没蓝了，他也没 TP， 这波感觉他要硬推线，不让他推吧。
太可惜了。我先谁也不要了，哎，我也不要没了。爸给机会，咋办呢？我没蓝了，回去。没事，你就推完回家吧，推完回家 TP 出来。啊，拼惩戒拼不过呀！裂开，打工了。别了别了，他带了点人。那行，先可以控，先可以。哎，为什么要推啊？别推啊，别推啊，这些。啊，这些他不该动的。嗯。哎，完了，完了。哎，这个、才没交。等一下，哎，那 nice 啊，不过他也 A 不出来第二下了，嗯，啊、可以，我没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回家了。哦，我感觉你这个必死了的，伤害差一点，没那个杰拉没蓝了，嗯，那么炫你去吃一下吧，嗯，不吃不吃。直接控控小龙吧。注意看一下，注意看一下我这个，他要是我有大，我有大没事。嗯，你先支线。露露是没闪的。飞上吗？我飞了。你们两个应该能杀吧？我吃完了。我在赶，我在赶，我在赶最后一个。来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他走掉了。嗯，这个蓝。都在啊，都在。行行行，走吧走吧。没六级，还是线蛮。咱可以先出水银线，先出水银线的话，他们两个抓不死你。要123呀，我能承受神龙之怒。嗯，蓝不会被偷了吧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艾克下不来了，怎么就硬包下对面下路三人组。哦吼，猛，好像我们上单这两把站起来了。嗯，啊、第一把选的啥来着？第一把铁男，可以吃男。来来来，你直接丢过就好了。这把感觉我要控图了。哎，哎，又王者和谐吗？不是吧？但是没闪，你两个伤害应该不够杀你吧？我感觉够了吧？感觉你都已经干死了。我说他们两个不够杀你。哦，你现在挺肉的。这艾克没什么伤害，现在。嗯。但是恶也没点。我操！不是吧？
这样庆祝，兄弟，注意靠一手。嗯，哥们进去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人呢？算抓中吧，抓中吧，抓中吧，抓中吧。我把他踹你脸上，我就不交闪了。好像不需要，我也不需要交闪。我有气泡。嗯，我也行。Nice， 十度神吧。这么简单吗？他没闪，他没闪。而且你看一气泡速度这么快。哎。可以。Nice。干嘛？他没炸的，这边大招跑不进。漏了没啊，兄弟？好像漏了吧？漏了吗？没有吧？我说你炮车漏了吗？没漏，没漏，没漏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有大招。真飞啊！你看我们两个血量。没有啊。飞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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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。先摸你混个冲锋。他们都溜了，兄弟，我被骗了。嗯，智慧线上吃陷阱，好飞，好飞，还行，没空弹。嗯，对面的阵容，我想一下，我应该不需要做飞机啊。看来我这波得单飞下路了，兄弟。我踢。哎，是吗？等下我给你踢飞。十二秒，十二秒，十二秒，十二秒。啊？我直接。直接后面给眼了，看到没？踢了踢，哎。哎，他踢了，我还要踢吗？不用了，我完了，踢。我踢了，我踢了，我踢了，踢了，踢了，踢了。哇，他是个战神啊！Nice， 嗯，他这么猛啊，停下来。Good luck， 怎么什么意思啊？这就 good luck 了啊？大招，他应该不敢过来吧？他应该不敢一上来吧？好痛！打不掉血，兄弟。解拉去了，解拉去了，解拉去了，完了。走不？能走不？哎，兄弟，我想反打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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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兄弟，你这你直接说个反打，我直接整激动了。没事，没事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留不到我们，留不到我们。他再追，回去吧。兄弟，我说实话，我不敢踹回去，我没大招主要。还行还行，还有大招，露露应该还有大招。对。仔细，本来想反打，仔细想想，算了，是严俊泽跟在后面。他们 AP 打不动我，但是 AD 还是打动了。他没机塔应该掉了，嗯，他这波爆破直接给他点掉，打不动你，打不动你，你这个卡牌没有搞到精髓啊，兄弟。什么东西？你要是虎化的话，应该是要不想虎化，不想虎，应该直接裸锤一些，没味了。这优势有点大，躲不了啊！我走了，我没蓝，你帮我把这波线吃了吧。我想单吃。哦，好踢！哎，早知道这样我就来了呀，兄弟。还帮你吃了个一血塔，
哇，我巨亏，我觉得我，你以为你亏的是一波兵线，没想到亏的是一个一血塔，加一个人头。这波我在第一层，我兄弟在第五层。确实，哦，好的。嗯。哦，哎，塔。嗯。麦克不会在我这吧？麦克打不过你啊！嗯、麦克发育有点差啊。TP 80多秒，我去反击不？他没想到，他没想。哎，严俊泽，呼，开不开心？好踢。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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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敢 A 我，也 A 了呀，求你了！我直接回去巫妖了，这么顺吗？16分钟时光巫妖了吗？不是吧？嗯啊，太可惜。127刀，你不会一直是拿的6块钱吧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才拿600块，嗯，平均3块钱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好像不是，呀，好像真是拿的6块表、嗯，真是6块钱，这运气有点好，说实话。嗯，这个龙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放了吧，我还以为是我算的不对，127刀，600多块钱，哎，仔细想不是正好吗？我的。怎么说？飞大看看视野。喂喂喂喂！哦哦！哇，把我吓一跳！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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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了，你打不了啊？嗯，我要拆原因子。嗯，我快没蓝了，兄弟。我被弄了，兄弟。他应该杀不了你，我卡在这个位置了。我想开头啊。但是在高地塔下算了，退下吧。嗯，哦，短了，线没起。交给你了。哎，我操！怎么这个岛这么慌？别了！他那个还能暴击的，暴击了我一下。
那个打就跟品类伤害一样高吧？嗯，好像是。吓死！没闪了他。下波我可以开团的，我有金身。嗯、对你直接落了金身，把那个炎灵者一定，那我配合你一秒，问题不大。哇，你没闪。感觉可以直接大龙啊，有一说一。啊哈。嗯哼。哎，这是有点，哎呀。他直接开了，我感觉。等我打个蓝，等我一下。嗯。我们三个先打的，五上打龙的。啊，逼过来我开始。是，我下来了。猫，完蛋！你的琴键回血了。我飞了。哎哎哎！我飞怎么？我怎么是蓝牌啊，兄弟？落进蓝牌。蓝牌大师。有点小尴尬，嘿嘿，好像不太行。我这位是看得到、啊。对对对，这个塔可以推掉。嗯。有爆破。哎，艾克在左边。啊！哇，他直接走了吗？不是吧？我靠！我想开。好开！哎，中亚没用吗？泉水？飞了呀？为啥？飞了。哦。这是还虐拳，不是故意的。打不动我们这狗叫，我、哦、天神下凡，哇、哦哦，这狗叫，不、哦哦哦、完了，点塔 ，nice， 哎呦，nice。怎么说？要玩极限闪击吗？玩两盘极限闪击，撤退了、嗯。差不多，我要撤了，玩两盘。撤退。Good luck。哎，我这个我还没玩过，两位打野共同经验是会分享金币。就是就跟上一个版本一样的，只是他把地图变了。嗯，让我拉你。嗯，这个打线能把 Let Me 叫过来。嗯，他好像要休息了，我问一下吧。对，我问一下。来玩吧，来玩。极限闪击，喂，有个 lag 啊，喂，来吗？
伊琳达。不是你不给我介绍一下你朋友是谁吗？嗯，这还现在还要介绍吗 ？OK， 他是你，你叫什么？你叫电竞王金凯。哦，这个是本人。不是吧？这么介绍的吗？不然呢？不是。啊？有问题吗？仔细想，确实也没什么问题。仔细一想，确实没什么方面，对吧？真假王金凯。哎，来不来啊？假身，对，应该叫分身，分身来不？等一会儿。正版跟盗版。哎，正版盗版，我操！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我感觉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，确实该有正版盗版。你怎么这样子介绍呀？我现在有点乱，现在。不是，我自己想一下也。那该怎么介绍啊？你来就是跟我说一下怎么介绍。确实我感觉这样介绍最好吧，正版盗版。嗯，真的吗？那小你来不来啊？严妮子，可以搞一把，再拿一下刚刚那个上单。不是你开房间，你拉不了我，我自己进去，我喜欢自己进去。啊，啊，哦，这样的吗？你喜欢主动一点，行，这样。不是，你拉不了我，我屏蔽了那个。等一下，我在拉人，我在拉另外一个。哎，等一下啊、哦！我开了啊，你进来吧。进！妈在家玩两盘只能撤退。可以。哎。再来刚刚这个吧。嗯，哎，那我该怎么称呼呀？你叫我小凯是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不是吧？没有，我问一下吧，问。可以。没事，你叫我小凯就行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咋怎么退了？咋回事 ？Fake， 让你个二。嗯，再拿个，再拿个谁？都行吧。哎，哥们，再拉一个。这极限闪击吗？这个是？对，说实话我一把都没玩过。这个就是还挺简单的，感觉就在线上补刀，玩玩小游戏就结束了。第一个是什么英雄厉害啊？这个诺手。嗯啊，诺手我每把都必搬的，如果你要玩我就不搬了。就这种肉、死肉死肉的是最猛的。那我整个啥？我整个莉莉亚玩玩。这里面还有野怪吗？有野怪。玩输出厉害吗？还是玩什么厉害？输出也厉害啊。嗯。我整个啥、这里面地形是不是很小？打起来的话？就跟上个版本的极限闪击是一样的呀，只不过把地图变了。哦、啊。既然这样，我只能再快乐一把了，兄弟们。嗯，你不要玩。
哥哥来，哎，哥哥去哪了？哥哥，哈哈，来来来个弟弟，我来个弟弟，可以，感觉这个组合很猛，讲实话。呀，双吸，攻速凯旋致命技 ，OK。哎，我来个理解。哦吼，这个确实有理解啊。哎，对面也是个弟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无敌，起飞起飞！我想一下，亚索在前期有点垃圾吧。瑞文啊，他们全 AD， 这把我 C。哎，对面是三兄弟啊，三兄弟，剑魂、剑魔、剑豪，这么分的吗？风魔、暗衣、疾风，这也算三兄弟吗？所以说断剑不配称为兄弟是吗？瑞文也是兄弟吗？不是吧，他那个不叫剑吧，他应该是刀，嗯，砍刀。不，他那个是剑，因为他说了一句话，断剑。啊，也是啊，也是。不过他应该叫姐妹，他不叫兄弟。对，他是姐妹。一家四口。这个剑魔，这个地图感觉剑魔也挺猛的，讲实话。这把无敌。这里面来钱快不？来钱快，我直接很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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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野要两个人，哎，打野要两个人一块打。可以。嗯，他那个经验是平分的，钱也是平分的。这个游戏的乐趣就在于补不到刀也可以吃钱。就摁大家。对。你这个大的有那大招有击飞吗？有啊有啊，我一大你立马接大，哦，然后我再接一个击飞，你再一个接一个击飞，okay。 兄弟，他五秒钟都在天上。还有个赛恩，哇，完美combo。赛恩再击飞一下，然后直接那个塞拉斯再偷个亚索大再接一次。哦吼，哇，剧本已经写好了。不可能的，赛恩导演。哎，谁的霸王机啊？怎么就九点半了呀？有点快。怎么感觉刚天黑啊？好啊，真的假的呀？讲实话，那三把打的感觉有点小久，时间过得很快。真 BO3 久吗？险胜，险胜，险胜！哎，真霸王架，谁的霸王架啊？阿瑟，不是吧？九十不动了呗？是我卡了吗？不是不是，九十，哦，我也是九十。嗯，我以为我卡了，应该是对面。真不动了呀？不是吧？我有一种我们两个都卡了的感觉呢。尹云泽，盗版 hello 盗版 hello 啊，怎么了？你多少？九十吗？不是，你们怎么不出门啊？啊，双不是吧？你这，我退一手。别退别退，他骗你的，怎么可能两个人都卡呀？退一下也是骗人的呀。哎，我刚突然变89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这里面野怪刷新这么快吗？嗯，哎，别装了，没劲，哎呦，别装了。好，
哎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这是神经。哎，怎么长这么像啊？我怎么出门只有我这么点钱啊？五百啊！我怎么感觉你的刀比我长啊？我的 Q 比你短，你 Q 一下。哎呀，嗯，Q 一下，来来来，一二三 Q。哎，一级吗？但我每次打永恩的感觉，他的 Q 比亚索短很多。哎，是不是在去这里啊？不，不用打一级团，就刷野，因为他这个对面有那个守护神，你进去之后他敲你一下半血。守护神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你们从这儿刷吧，要不这三组野，然后去刷红 buff。我还真第一次玩这个。哎，这里有人。嗯。哎，弄他不？举高高。来来来来来。减速。跳。哇，他怎么比我痛啊？他攻击力比你高一点。哇，金铲铲血还比他多啊！我说金铲铲应该没什么用吧？金铲铲就是肉出的，就是贼肉。坏了！吹风，我刷了几件啊？你就一直刷呗，三组也刷了，去刷那个蓝 buff、红 buff 的，红 buff 是公用的，就是你公要抢公用的吗？这个是吧？啊？啊？不、哦，感觉我是那个打酱油的，我看出来了。哎呦，这牙子来呀，好没意思啊！一会接大的时候就有意思了。哎，我看对面人呢。没意思，来火火，劝退吗？这是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糟糕！完了，被抢了，兄弟，我裂了。哇，他四级抢不过，兄弟，我来线上了。哇，他什么东西回血啊？今年被抢，完了。哦，好吹，他预判了我的位置。我来了，弟弟，哎，弟弟闪现来了，弟弟，好吹。哎，我干嘛？你好。问题不大。哇，好帅！去！哎，我没大招。哇，他怎么都六级了？这两个人？为什么？哇！我起飞，我无敌了！快！看我，看我！呜、哎！感觉这个三是有理解的。哇，好废啊，亚索！怎么为什么我没有六级啊？我也没有六啊，我才五级啊。哦，他们是中路线单人的线。这个暂时不会吧？这个决斗，这我怎么打过别的了、这个决斗没六级怎么玩啊？这我进去被玩具。升级，我想升级。哎，你怎么还没六啊，兄弟？啊，哥，怎么六级啊？快到六级！哎，六级了 ，nice！ 六级了，最后一波六级了。哎，好。来来来来来！哎，什么 ？solo 二 v 二吧是？二 v 二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有一个一 v 一，还没大，别冲！我大的会重置，大的会重置，应该是。哎，他在干嘛？睡了，有人睡着了。睡着了。哎，来，哎呦，好可以！哥哥跟弟弟，冲！冲冲冲！对面呢？对面长手打短手。哎，完了！哎，完了！怎么办？我死了！糟糕！我裂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是真废兄弟，我两个。我呆了，我呆了，完了，这个也打，他没大，也被暴人。他没大。他大招没重置，
好，高高，哦，不会被重置吗？我以为会被重置。结束了吗？我们就结束了，结束了呀，这就结束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我打不过，我也很绝望。这不，视野吗？飞爪是什么呀？飞爪就是会把你勾进去，继续的 Q。哎，哎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俩感觉打不过啊，现在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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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觉得好痛。哇，猛锤兄弟，这有啥用啊这亚瑟大爷。哎兄弟快出来配合一下，没游戏体验了，哎，无聊了。其实应该我们俩选打野的，我仔细想了一下啊，也是我无了兄弟。怎么就无了呀，嗯，来来来来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我跟你一块。嗯，没起伏。来来我来我来我来，上上上，快了快了，我十五秒大，他怎么偷了枪？我好了，我没大。哎啊，我给他点燃了，他回不了。我裂开，顺势高他。哎，哦，高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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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不妙啊兄弟，康博打不起来。不是吧，嗯，你怎么跟张纸一样，你也不看看对面几个人来了。糟糕了糟糕了，理解出问题了。中路中路也去三个，来来来，来不来来不来，啊，能起飞吗？我这猛按啊，起不了起不了，哦，起不了，呼呼，这个后排是发射的吗？对，嗯，没大吗？没大没大没大，四十多米。哦，缩圈了缩圈了，就是缩圈的。那个我无敌。我想买装备不？我这个 B 五缩圈嘛，就最后一波了是吧？不是不是，这也是个游戏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缩圈缩圈缩圈。配合了呀，快来配合了，我大招好了。来来来，我还有六十秒，我玩不了。哎，我这边怎么行你家的？那算不用了，我这个大招太久了。抱团吗？对，他要来打中间点。哎，那沙皇是好有优势啊！在这，在这，在这里啊！在这，在这。他疯了！就我们这沙皇怎么这么大？他，嗯？他怎么？哎，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是跑过圈吗？嗯？对，我为什么四千的血啊？他没跑，哦，他杀人杀多了之后就会这样。Nice， 还有一个。飞头，啊，失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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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赢了吗？飞头失败，飞头失败。我这一个头没有啊，怎么玩啊？我来了吧，哦，这瑞文像个神啊，哦！你来，你又走了。先跑一下，先跑一下。你跑不？为什么你的多兰盾是绿色的？多兰的迷失，多兰盾也是绿色的。
时间久了它就会变色。来 combo combo combo， 来了呀来了呀，我现在伤害很高，感觉我已经燃起了火。嗯，我感觉我赢不起来啊。你怎么装备比我好这么多？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干嘛。啊、他们跟我们发育了，好像开始。我们不刷野吗？刷，刷大发。起飞！好飞，好飞！哦，哇，好飞！哇，好飞！哇，怎么叫？哎呦！结束，连住，连住，连住吗？虚弱，虚弱，虚弱。起飞！nice。好飞，好飞。哎，他们有个人挂机了。啊、哦？怎么？怎么哥哥跟弟弟还吵架的？嗯？啊？啊？啊打个这个还投的？不是吧？哎。感觉我的理解出问题了，我站局外人。感觉。弟弟有点飞行啊，我觉得是不是打野好玩一点？打野挺玩的，我感觉没什么体验。这样吧，我跟，要不我跟君子去打野吧？可以，盗版跟正版。狗狗，再来一盘，直接下机。哎，再来一盘，我也差不多下了，我操。好饿。不一样的位置，你换的位置。哦，没。不是我换的位置，我可以选择不带惩戒啊。不不不，他打野就只能打野只能用惩戒，换不了。这样的吗？嗯。我还真是啊。嗯。打线，哎，选个打线猛的。辛德拉呀。这个是 PK 是吧？第一回合 PK。诺是六级 PK 最强英雄。哎，我兄弟被搬了。完了，原来你要玩这个、哦？什么英雄？哎呦，对面也搬了，哎、那没事。搬了你感觉没啥感觉啊？那我这整个什么了？打野的话，我想想啊。哎，我感觉这个打野无敌，但是好像没用。妖姬，女刀，女刀厉害吗？上服。你 Q 都 Q 不到兵了。来来来，选个，我玩这个，玩这个了。来一首，乌拉嘎斯。气定神闲吗？一起！我靠，我们这边这么多 AP 吗？感觉我这个一点用都没。你怎么船上打野？船上打野是真没用。心理解。不知道点什么。理解归理解，不知道点什么。点错了，糟糕，糟糕的，糟糕，顶级理解出现了。哎，我在想，我这把要不要做破败解？哇，我这什么英雄啊？感觉十把不会碰到有一把有人选船长吧？选船长打野确实没用。哎呦。船长大招是不是加 AP 比较多？要么缺 AP 吧。是的，我前面想玩 AP 船长的，给他轰大。
感觉我们的六级那波架打的必输啊，那个乱多，谁跟我一起谁倒霉。他那个赛那个小游戏都是随机刷的，不一定是轮的。没有，他进游戏的时候不是说第一个世界吗？哦，那第一个就是轮，我刚没看到。是单挑，我应该输不了。对，我打不过厄加特，得 poke 一下。你打不过厄加特，你打得过欧文？他出魔抗你就打得过他，他不出魔抗你也打不过他。对吧？我们三 AP 他肯定出魔抗。而且我出破败单挑，反正那个乱斗模式，谁跟我一起谁倒霉，啥都不说了。船长，哎，怎么又这么卡呀？不是吧，阿桑？不会对面直接，哦，没有，应该可以这把，不会再有投降的了吧？哎，我们第一组野怪先刷啥呀 ？F 六吗？不，就跟着左边往上刷就完事了。我们两个打野感觉也吃不了红 buff， 直接让了吧，要不？我们如果是吃野怪多一点的话，我就学一，当体野怪就学一，就学一刷应该会快一点。莫兰的弱鸡。选拉斯给你送的魔法之物，感谢感谢。不会打一级团的，真的。我们先刷这个是吗？对，从这两个也可以拉在一块刷。哦，这个是蛤蟆，好像是。嗯。三狼蛤蟆、石头人、F 六，然后去刷蓝 buff， 就是四级应该。出兵了吧？等我等完。理解。对啊，我在这里。完了，别在一起。我家不会看到你的经验操作。可以，我把他拉过来，可以，就是可以一块刷的。肉弹冲击。拉过来，等我拉过来，等我拉过来。过火完了。没事，我走了。我这标准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守护神啊，就敌人进野区，他就会来锤他，一锤就是半神。这么猛吗？这把大家？很猛。能量用这么快，要不要看一下他们红 buff 吗？这是，对，我不知道他哎，他们来了，我漏了，完了，我漏了，走吧，我就感觉打不过啊，要不抢一下，打我是打不过，我们可以抢啊。哎，他们怎么走了？我也走了，我过来了，我来帮你们了，要打吗？要不要打，直接去打蓝 buff 吧。我换，哎，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啊。太早了，我前面这里一直走。哦，打野还共享蓝的。对，去抢他们的毒。抢到的400块，我靠， nice， 好多。Nice。好多钱，好多钱。出他。嗯。反正好短。哎，感觉脚的这个也出他吗？他不给我加银蛇币，我怎么玩呀？这个河蟹钱很多，杀一下。这什么？这就是地区的河蟹吗？我溜了，没有很多。哎，我们六级啊！都死亡来了，你刚好把大放了，漂亮！20秒，完了呀，老五！那只能完了呀。没事。哎，我这差一点大，回去差一点点六级。中路，他会打断我吧？可以，六级了，完了呀，回不去了，买不了装备了。
三二，可以可以。哎，刚好，刚好，刚好。完了？哎，我靠，谁跟我一起啊？九董跟我一起吧。对对对对对。打。哦。哦。小月一打二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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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这样 K 头的呀？哎，啊，我跟别人单挑吗？哎，我们两个怎么打他们两个啊？你先 poke 吧，先 poke， 先 poke。我跟谁单挑？维恩吗？那没事了。这个这个打一点血就会掉血，就会一直掉，就跟红 buff 一样。啊！完了，肉弹冲！哦，哎呦，直接秒一个，啊、没用啊！死了，好像。哇，好闪 ！poke poke poke， 保他！完了，结束。结束，他怎么还有虚弱？哎，黑暗修哥，不亏不亏不亏，败了。哦，我是最关键的那个，好像是。糟糕糟糕，没有没有。长手打短手，你怎么赢啊？怎么赢啊？有理解的怎么赢啊？他敢来不？啊？我先把他吧。来了。我一直烧血的，你被 A 了一下，红 buff。会烧死的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一直掉吗？是，对对对，一直掉。哦、oh, oh, ，nice， 是吧？这都理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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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理解。这波确实理解。复活甲还可以。啊，一人一件复活甲这么爽吗？对。杀疯了吗？我就打一刀了。先去他们家拿吧，看一眼。好像我帮你打，我又没有蓝的。有有有，有两个蓝。两个蓝谁吃到就是谁的。火火，我得毙了。坏了。哦，好碎。黑头 ，nice。OK。好。这奥文不是很细啊，是这样的吗？他应该先 A 一下，然后再撞出去，再 A 一下。在说说什么呢？不是吗？我老奥文了。他那第二下会打一个易碎的，就是把第一下那个被动打出来的。这样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啊、是这样的。别搞，别搞，别搞。啊、哦，这样的。先推进去，好短。你在干嘛？你要肉弹冲击了吗？想越他。哎，他进去了。我们不是该刷野区了吗？可以刷呀。哎，他睡到了。伤灵之王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就是占地占，就是那个 O W 占点一样的。完了完了，他来找我了。哎，我被锁了。哦，不是在回城吗？哎，本来我也是帮你挡的，但是我走位了一下。坏了坏了坏了。
哇，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猛啊？我打不过他，白给。哎，这里没人来吗？我的也没了，是这里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站点站点站点，一直站着就行。他来锤我了怎么办？啊、哦，那俩被锤烂，打了吧，给他打了，来来来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，顶不住了顶不住了，反正他是这个肉弹冲击，爆炸爆炸，睡着了这边，哎，这个东西不打怎么站点啊？不知道啊。他无敌，哎呦，这怎么玩啊？我们这模式必输啊，感觉。看我操作。要哇，差一点。我怎么一个 Q 没中啊？哎呦，三标齐发，输了。他们赢。好帅！嗯，哦，不是，这玩意太猛，这玩意太猛了，我顶不住了。我溜了。这东西像神，说实话。你要蓝 buff 才行。这么多钱？来吃蓝，吃蓝，吃蓝，吃蓝。哇，他怎么护盾这么好？肉弹冲击，刚刚那个的奖励。过来。哇，好踢！局外人，老局外人了我。完了。哇，好挡！有人挡枪了，但是好像没用。我来。被杀，被杀。好连。哦，这就赢了吗？没有，这里面那个才是啊。死亡轰炸，哎。他把我那个啥挡了。哇，这水晶还能 A 的啊。嗯，最后一关就是水晶直接变成那个机器人来打架。我操！不要，好走位。啊？完了，他上头了，坏了。啊！又是破圈。哦。哎，你什么怪杀我？还好飞啊，感觉我这劫。我无敌。站在一块儿不要不，这个破圈看不见。我感觉他会说他们那边，因为他们是劣势。啊？这不是看运气吗？看不见，反正这个看不见地图的。你们人呢？看不见，你看全往他们的在峡谷先锋这，峡谷先锋。哦，来，哎，他们要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来，走，我还没看到你们，你们人呢？在这，好，我看到你们。快了，我这边有一打满，收银了呀。一波了吗？还有一个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炸出来！Nice， 我出去了。OK。
撤退了，撤退了。对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再战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下班，兄弟们下班。你也下班吗？我可能有点。